我是 Q 摩。那 Q 摩呢，这是下段哦，在 MOA 这一次上一集呢，给大家先暖个身哦，做那个开胃菜。接下来啊，哇 ，B 区热闹了。那我们现在首先呢，一样带大家快速过。我们首先，我们先来到 B 区的一摊。我跟你讲，这个区块够大够气派，一进来就是，从门口进来的右转呢，就是我们的 Bolt Airsoft。之前他们最出名的呢，就是他们的有电动后坐力的玩具枪哦，这是他们最大的特色哦。不过今年相信大家都想要看最新的东西了，来，刚好有帅哥在那边试，我们旁边拍一下。我们有机会呢，一定会再拍得更细一点哦。这一次我们的 Bolt 他们推出了 GBB 啊，它的内部状态呢，我们大概跟大家讲一下，它使用的呢是类NWS 系统哦，马里乌伊的 NWS。 那这一次呢，最棒的是 QMO 稍微问过，他们的弹夹可以给马路用，可以给 NWS 用，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不过主要今天是第一天，先让他知道展场内有什么你应该来看，你必须要来看 Bolt 一定要来。然后接下来呢， QMO 会来针对他在这两天拍更详细的部分哦。那我们现在接下来镜头我们持续走，这一次其实我们的 Bolt 呢，不只是 GBB 是它第一大亮点，其实啊，在它在之前的所有的一些这些产品呢，都相当的抓眼哦，都算 catch eye。像这一次，上次就已经有看到了我们的 Sky SC， 那这一次呢，他们 Sky SC 呢后面就直接的给大家一个1913，然后直接装后托。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这边，不过基本上来说，一定到时候会来问说，什么时候会释出？还有两天啊，大家看到影片赶快来现场看一下。那没看到没关系，我会再跟你们请教一下，谢谢。啊，当然这边呢也有一个，这是 prototype 哦，这是 SPC9 正在研发中，正在研 SPC9 哇！之后会出 EBB， 也会出 GBB， 所以会有 EBB 电动的跟气动的都有。嗯，大家真的最起码来看一下嘛，对不对？既然来到 MOA， 钱花下去要值得。看完影片你就知道要来先看些什么。好，那我们继续往这边走。当然啦，不意外的，我们 Bolt 当然也会把它晚年的一些非常成功的产品呢，得搬到现场这边。主要实际上也是希望玩家，你可能没有摸过，你喜欢这个枪型，那你真的可以趁这两天 MOA 的时候呢，赶快来到展场，看一看你喜欢哦 Bolt 的产品。像他们啊 ，MP5 也是非常的常青，非常的经典哦。当然啦，不要讲了 ，AK 他们也是很早。他们也是很早突破那个状态，可以把这个电动 GB 电动 AEG 哦，它的那个 blowback 坐在电枪上面的哦，真的哦 ，Bolt 在这方面呢，真的有他们很独到的地方。当然啦，明天最主要呢 ，QMO 呢还会再抓，大家都记得嘛，每次都遇到李老板，我跟你讲，李老板，明天我再来找你，好不好？今天先跟大家讲，这两天赶快来啊， okay, 对不对？因为亮点都拍完了，但是明天就要来问你 detail 比较细的东西了，好不好？好，谢谢李老板，谢谢。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就往二号走。我们的二号很有趣的是，他们没给二号，他们直接跳三号。我们的三号呢是城市绿洲，城市绿洲呢在城市绿洲在哪里？在后面。城市绿洲在这里，找到。好，城市绿洲在这里。对，主要是他们有 Gammo， 有 Gammo 的那个登山鞋，这是意大利的牌子。对，意大利。有，我之前有穿过他们的鞋子，只不过军款的没怎么穿到。好，来一下。哦，继续。好。好。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呢，来到我们的城市绿洲。城市绿洲户外，其实如果你是登山的朋友啊，还是户外玩的，应该都知道。但是我认真讲，我真的想不到，城市绿洲会来，就是会对我们生存游戏这块是蛮感兴趣的。但这一次哦，城市绿洲他们真的带来的就是一些比较军事风，而且不只是风格而已，图案而已，是真的有一个效果存在。像老实讲啊，像这个背包，这个牌子也蛮有名，这个就是做水弹那个牌子。对，因为它是以色列品牌。对，所以是你们有引进这个品牌就对了。有，我们是 Source 的代理商。好，那这样不错所以大家，我继续讲，然后给大家讲。好，没关系，那我继续讲啊，没关系，差一点嘛。
Source 哦，就以色列那个水袋的品牌嘛。对对 对, 对, 对，是的。所以大家以后，因为我记得台湾我们城市绿洲好像有不少分店嘛，对不对？对，我们有全台有16间还是17间分店。对，有一些百货公司有嘛，对不对？但目前我们看到这一些就是比较哎，像这种 Source 比较特殊，这个其实以后在全台湾其实玩家都可以去找你们的门市吗？有，因为其实我们 Source 已经卖十几年了。是是是。对，是，然后这您看到后面，就您刚才一直有讲到水袋也是，对对对，我们的热销款。那尤其是这三年，其实玩爬山的人对军事其实是有偏好军事这种风格，所以其实我们的军用的水袋，对，其实销售状况都是非常好。以前比较多的就是我知道有一个透明的，欸，蓝色的那个，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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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因为我其实我之前真的曾经在那个城市绿洲真的有去看过，感谢支持。啊，那但是你后来，但太棒了，所以大家以后真的哎。你有一些像这个牌子真的有名，只要你用水袋用了，就而且他们有很多耗材都有嘛，对不对？对，我们跟一般水袋比较不一样，是我们的配件很多。是，其实以色列这个品牌就是 Source， 它其实出很多一系列的配件。对对对 对, 对, 对。那甚至连这种像是 UTA 的净水阀，啊哈哈，这是因为你如果你背包装很多东西，你不可能东西都拿出来再重新装水。是是 是, 是。所以你只要把这个头拆掉，再装上这个。你用宝特瓶装水可以直接回流到水袋里。好好好，理解你啊，这样方便就不用再取了。哎，欸，好方便哦。哎，欸，想买一组。谢谢。好啊，不，当然了，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讲，因为毕竟这是第一天，我们希望影片上去，人家两天之后会来，这是我们影片最主要的目的。那大家如果看到这边，哎，欸，你还不够心动，来，我们看这一边，往这边走，把镜头绕出来。其实这就是为什么这是我特别想要来绿洲。你知道他们很厉害，他们前一天才把资讯抛出来，我有点难做功课。这则呢是那个 Gamo， 对，应该叫念 Gamo 嘛，对不对 ？Gamon 啊，不好意思，我喜欢叫 Gamo 或者 Gamon。这个如果你是有带登山的好朋友，你就知道这是意大利的登山靴。哦，当然啦，其实我一般看到就是像你下面这一排，它就是比较你知道登山款型的。对。当然啦，例如说什么仿皮啊，或者是牛皮的一些外表。那但是这一次他们引进的这一些比较军事风格的款。如果您可以看到我们这边的 T8 系列，对对 对, 对，那这个就是军靴的系列，然后我们有针对台湾的市场，是特别去请厂商刻制出来的亚洲版型啊，军绿色，军绿色，因为它其实，它虽然是意大利品牌，但它有一个专利设计叫 ADD 系统，是都是宽楦的，是，对，所以其实亚洲人都非常适合宽头的，对对，宽头的，哦，因为我们的前面较宽的啦，对，因为很多人买外国品牌的鞋子最担心的就是因为楦头的关系，对，太窄。对，变成说很帅，但你穿不了。好，不过有个重点想问，这些目前我们市面上都已经可以在各绿洲城市绿洲找得到了吗？对，都找得到。我们其实全门市都已经有铺货了。哦，我可以自己去找。所以大家真的，除了这一两天，不过如果这两天如果有人来，有 special price 吗？有，有 special price。 有，我跟你讲，你要看到这一段，这段真的就是我这个影片刚开头。如果你真的想要，他们鞋子蛮好穿的，我穿过。但是我穿的是这一种啦，好，哦，啊，真的可以来这边有 special price， 他讲的好不好？如果他讲的，你可以拿影片出来跟他说，好不好？真的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那未来呢，也是等于是，城市绿洲有更多的可以，不只是军事风格，那他真的也可以让我们实际利用在下场活动、平常穿着、登山都方便，好不好？那大家赶快啊，这两天赶快来，好不好？好，谢谢啊，哦，谢谢。那我就往下一摊走了。好，谢谢。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到我们 B 区的第四个展位。OK， 现场有点热闹。我们第四个展位呢，就是我们的 CyberGun。其实 CyberGun 呢，其实在我们玩家圈内其实有一定的知名度，主要就是说，其实蛮多授权都出于他们这边。那这一次他们来到这边呢，主要就是说，认真讲，就是一个商办的部分。那当然呢，他们也有把他们的一些最新的东西。跟代表性，其实我对他们的电子板机蛮感兴趣的。不过当然啦，Qmo还未来在这几天还会过来。那如果感兴趣的玩家，你还有两天时间，两天机会哦，真的来这边看一下哦，真的可以来这边看一下，参考一下。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往下面走吼，我们刚才Qmo miss 到一个东西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Frog 哦，这个其实是在 Bot 旁边的一个装备展位啦。啊，这个部分的话，我是觉得我挺好奇的。啊，这个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应该会再拍详细一点，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那做工的部分，我对装备真的感兴趣，搞不好我会买回去，好不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走吼，我们来看到我们下一个展位是我们的，R A
I take off。我跟你讲 ，I 就是那一种。告诉各位，我详细拍要拍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以上。啊，你来逛也要逛很久。I 这次呢，当然没什么话好说，一定会有现场的我们的零件甜甜价。然后一定要的就是要把他们的东西美美的、漂亮的展出来，然后真的都要吓你的。例如说，镜头慢慢转。这一把枪就是我这次来最主要的原因，这一把 BRS47， 好不好？是吃点 7.62 的，然后这是 A10 上升，这是 AR10 的上升，哦，这真的很特色。而且待会等一下镜头转到另外一边，你看它的枪机那个切削，哦，我不知道嘞，我也不知道它怎么系统，我不知道，但是明天我会把它问清楚，这几天我一定要问清楚，这三天我就要来拷问他们。哎，安妮，哎，我要跟网红拍照。没有，哎，你谢谢，今天麻烦你。那今天最主要的这个影片是第一天，我们晚上就上片了。是，了解。那我要告诉大家一个亮点，大家有没有发现我手上这把枪？你牙尖光哦，这个片啊，对，架起来，对，这个是那个 Novosky 的 Novosky M4 那个 G3 哦 GBB 版本 G3 版本 G3 版本，而且很漂亮哦。对，而且还有个重点，其实。你们消息太多，很难做工，太少哦，工很难做。前面这个贴片啊，好棒哦。对，因为其实我们传统买那个贴片嘛，直滑垫就是都很丑又很大。对啊，这个我们直接有，现场就有卖。好棒哦！而且还好，我跟你，我还有两天，我跟你讲，太多东西啊！我跟你讲，大家好，第一天看我跟 Annie 啊，我跟你讲，第二天、第三天赶快来啊，买，真的啊，详细的部分。我们会额外再单独啊，当然到时候一定会再麻烦 Annie， 好不好？因为我真的第二三天都会在，那当然也是希望大家今天晚上看到影片，真的可以来那个 iTech， 我跟你讲，东西真的让你看到眼花缭乱，每个都想买，每个都很喜欢，而且我跟你讲，一定要来找 Annie 啊，对不对？还要找 Q 猫啊？不用不用不用，不过 Q 猫哦。啊，Annie 谢谢。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要带大家继续往下走， okay. 好不好？好，谢谢。那。我们镜头一样继续走哈，其实我跟你讲 ，I A 的摊位在这一次真的是异常的恐怖，跟异常的巨大。哦，我跟你讲数不过来，好东西一大堆。我插个话，是有没有人喜欢除暴特警队？除暴特警哦，你说台北那一个除暴特警队，对，是很喜欢的，对。滴滴这里，我就知道，我刚想要讲而已。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基本上来说，如果依它的版型版面来说，应该就是 I Tech 这是为了防爆。他们来做一个特殊符合他的款项，啊，当然我相信到时候 Tango 6应该会卖爆，Tango 6会卖爆，Tango 6会卖爆，好，听得懂听得懂，听不懂没关系，明天就要来看，好不好？啊，不要看没关系，不是不要来看，还是要来看，但是没空来看，我们影片到时候我们会做详细介绍，真的啦，我就是要来压榨他们的，现在我们赶快刮时间，好不好 ？Follow me， 我觉得我好像我老师。老师把自己弄得很啊，哦，来，那个对枫叶，当然了，没问题。其实我们接下来看到我们的下一摊位，我一定是照顺序。接下来我们在 B 区的第五摊位就是我们枫叶。枫叶今年说实在的，我有稍微今年稍微做一下它的预测，但是真的很不好意思，主要是那个小赖，主要是因为小赖他拍的那部我太晚看到了，说实在他介绍很多东西。而今年说实在的，枫叶啊，它在展场，如果大家可以的话，真的非常希望你来现场看，因为枫叶今年算是大爆炸，真的算大爆炸。为什么？你可以看看小赖的影片，那当然你也可以来到现场，看到他们实际推出的产品，因为他们不只是过往的一些 HUB 皮管 ，HUB 座，成枪、狙击枪。说实在的，他们在这一次，我相信大家一定会很想要亲手拿到的，就是在这一次，他们小赖影片有特别讲到，不管是他的后托的部分，还是他的前段部分，像现在他们刚好有人在看展示出来的是一个可以模组化的一个产品。那因为这是我们第一天影片，那二三天就希望大家看到，就能够来现场，能够来看一下枫叶，实在的去感受一下。那 QMO 呢，也会在明天或后天会再拍更详细的给大家感受一下，真的，刘老板，谢谢。无，咱这是前导，搁有诶，明仔载较麻烦你。哎，好，谢谢。那当然了，我们接下来其实每次啊，我们只要在 MOA 枫叶的摊位，真的都算爆满。
欸，你镜头这样有中吗？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来到格林，他们是六号摊位。首先我们真的能够看入眼帘的就是说他们有一个展示柜，其实我还蛮感兴趣的。为什么他的展示柜里面呢，这个大家都不用看了，有流量表，有什么，这个是 HPA 专用的瓶子。好，那当然啦，我很感兴趣，所以我应该会把它抓一集出来拍。不过现在先跟大家讲，在未来的两天展场你可以过来这边看一看。因为我跟你说最厉害的是什么，除了因为今年没有恐龙来，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格林，我查过格林它主要的就是以油品为主啊，但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后面有很多的瓦斯 Green Gas， 对吧，有很多的瓦斯有很多的瓦斯。那我们看到瓦斯的部分呢，就代表又是一个新牌子进来了。那当然啦，因为感兴趣，所以QMO 呢应该会来再另外拍一集。那大家呢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看一下。那这个基本上来说呢，它有没有贩售呢，这个并不太清楚，大家还是希望能够直接来这个格林国际这边看一下。好，那我们下一句，拍谁。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来到我们的第七展位。好，这是 B 区第七区。那这个呢是我们的 CLO Custom， CLO Custom 去年大家都看 QMO 拍过，来我们镜头看一下哦。今年呢 CLO 大哥，其实 CLO Custom 就是由 CLO 大哥所创立的品牌，主要呢就是主打我们竞技枪型。那它呢有最比较多的枪型都是 for CZ 的 High Cup 的，甚至还有我们的转轮，都是左轮的竞技用。所以呢今天第一天，那第二天呢，第三天大家想来过来看的时候呢，如果你对竞技非常感兴趣， CLO 一定不会让你失望哦。今天晚上看到影片，你还有两天时间可以来现场，可以来看一下我们 CLO 大哥他在所有的部件上跟设计上面有什么影响，他真的会给大家一一作答。好，那详细的部分呢，希望大家能够来到现场看。希望大哥今天我们又见面了，加油！我觉得越来越多人能够进来这个射手了。不会，这个影片今天晚上就上了。哦，真的。然后让明天有人会过来这样子。好，谢谢。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好了，噔，第八格，不得不惜，我怎么讲啊？好，各位来。不游戏，我跟你讲，用唱的比较快啦，不要唱，真的。不游戏基本上来说，它的东西已经多到一个爆开爆炸。整个全年度2023年，其实我们的枪出的状况并不是很充足。其实大家新品真的是还有一定的限度，但是整一个年度 VFC 直接就是给你冲破，而且依照他们的 schedule，VFC 明年从一月份一直出到年中年底，他们的枪也会一直推出。那当然啦，里面的人很多，有没有机会一定等一下会来特别拍特别绕。那我们现在来看大家最想看的是什么 T91 哦，慢慢绕慢慢走，他们东西好多哦，大家再过两天哦，真的可以来到 VFC 这边来看一下。那当然 QMO 也看到自己的，嘿，对，这把我真的超爱，我真的超喜欢这一把的，好不好？那不是，这不是重点，我们来看一下，T91嘞，我们来找一下哦，在那里。哇，东西太多啊，帅哥。好啦，那当然这一把呢 ，QMO 影片也有介绍过啦，我们的 M249 的 GBB 啊，当然我们也看到了他们这一个有另外一个短拖的部分。我记得他们有出 AK 啊，我们再往那边走看一下。来，哦 ，AK 在后面，哦，蛮多人看的，来，我们往后。来，大家看一下，这边看到。这把呢就是 VFC 接下来要推出的 AK， 我觉得未来的两天如果大家有时间可以来这边看一下，毕竟 VFC 的 AK 这把也算是很新的东西了啊，希望大家能够来看一下。好，那我们接下来往这边走。好了，那看样子呢我一直误会的，我以为这一次的大亮点是 T91， 我也觉得 T91 很穿，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哦，刚好有一位我们帅哥在这边，他拿到这一个，算是在 T91 的基础上面，做出一个，哦，这个是很现代款型。好，那当然在最下面的呢，就是他们的最一般版，我们的原始版本的 T91，它有不同的款。哦，这个是那个 SOC 的版本。那大家呢，如果在未来两天影片看到了，你还有两天时间，你可以来到现场，哦，来摸摸抓一抓看一看。那但是当然。我会找时间特别来拍一个
VFC 的这一次的专门的影片，那也是希望到时候再麻烦他们的人员能够替我们介绍。那当然啦，这边也就是他们之前的 BCM 的 Air 系列，那这边呢当然也是很多人都买过了，李毅也拍过了。那我觉得在这部分其实一去，这是2022年，我真的觉得在 BCM 这一次不只给予正式授权，其实我觉得在整体上他们在 AR 系列真的有一个质量往上跳。那 VFC 的部分我真的觉得因为真的很大，那球模虽然会特别拍一集，但是我还是觉得你看到影片你还有两天你可以来到现场，哦，真的直接可以问服务人员，他们真的会把你想要的东西告诉你。 OK， 好，那谢谢，我还会再来的。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就往，你看 VFC 好大哦，恐怖哦。好，那我们结束了刚才我们在 VFC， 我们现在来到了我们的 B 区的9号。9号是什么呢？哎，是我们的 Arch Week。 那大家也知道 QMO 也拍了不少 Arch Week 的产品，那这一次 Arch Week 要下什么，要下到我什么呢？来，我们看到这边已经有客人在那边看了。那 QMO 稍微介绍一下，我们还会再拍一集详尽的。我跟你讲 Arch Week 我稳拍。这次呢有什么恐怖的地方呢？我直接讲，这是一把他们做的哦，全金属 GBB， 重点在哪里？他们使用的是马路仪系统，而且来了，大家看这里，这里你看起来总觉得跟马路仪不一样吧？没错，他们是 MWS 系统，内部是仿真的状态哦。虽然说有碍于一些法规或怎么样，他们还是没有到达90度，但其实这对玩家来说已经是一个突破了哦。那当然，如果在未来两天你看到影片的，你感兴趣，你真的应该来现场看看，因为他们把很详尽的一些他的，他怎么一些零件，哦，还有一些他部分的改造部分，哦，都让大家看得很清楚。哦，他的 HOUP 座本身也做了一个新的改装，那这个部分呢，我觉得会到时候再详细跟大家讲。那，希望大家在两天可以来看看。啊，当然啦，不只是这是 MWS 仿真的这个内部系统。H Week 这一次没关系，帅哥你继续。他们呢？对，我相信这次我总可以拷问出他们正确时间的。好，哦，就是我们的 APC9。啊，这是他们一次就把款型出满、出宝、出到爽。好，哦，1、2、3、4款。啊，如果5款，1、2、3、4、5款。所以大家呢，真的想要来实际现场试试看，你就可以在接下来两天。哦，今天晚上看到你还有两天来看一下，来摸一下。啊，当然我一定会再特别再拍一次，哦，摸一下，我走了哈，哎，啊，呵，香甲，谢谢谢谢，情况，不是，啊，我老是买单的好不好？你我都不买单呢。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呢，一定会拍详细的，我们接下来就往下一边走，好 ，let go let go let go， 啊 ，OK， 没啦，没事啦，我过来去，那我帮你 K， 我帮你 K， 谢谢啦，哎呦，来，那我们接下来就是那个独角兽前面。好了，来从这边来就好了，这边直接来。为什么？因为画面太香，画面太香。哦，我好油啊，我好油啊。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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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甚至还不是。好了，赶快啊！来准备。没声我讲。1、2。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来到 B 区的9-2，我不知道厂商牌的。他们本来就排这样子的，不要怪我。九之二呢，就是我们的独角兽，好啦，飞行 unicorn， 你知道吗？独角兽，没有没关系，独角，哎，土狗兄，厉害，土狗兄，我来讲，这一次吼，主要这个影片今天晚上就上喽，哈，那么快？没有，是要让大家先来看有什么，然后明天赶快来嘛。OK， 对，那但是详细的呢？你跑不掉，我还是要再来找你一次，好不好？不要怕，不要怕。行，让我帮你稍微跟他讲一下。Okay, okay. 明天正戏交给你，好，声音留好。谢谢。那来到这一趟，其实土狗兄也是我们，对不对？玩那个我们玩生存的老神拜啦。没有，大家一起玩比较开心。对，啊，他是真的用出很多不一样的想法，哦，跟一些新的材质去为这个。生存一些我们缺陷的材料啊，什么去灌注在里面，而且年年有新品，希望啦。而且还有重点，这玩越香啊！你知道吗？看了这个，大家都说哎，我那两个买呀，这个就好了啦。哎，我能不能帮你组这个回去啊？这个要问平面狂。哦，好了，开玩笑。我们的，这是我们今年的。哎，海报，哎，想买回去装，哎，这个我最想买了，好不好？啊，还有，我跟你讲，还有两天时间来到。
那个 Unicorn 我们的独角兽呢，除了你可以看到他们这个你看好调皮啊，好条管啊什么的，有的没有的，大家还可以来看美女。可以稍微介绍一下，是是，如果赶快来现场的话赶快来买，因为这个很快就没了，因为我剩下来的全部被 美国的厂商订走了。所以这个有限量啊、哦、这有限量哦、真的，这真的有限量，因为我们今年独角兽娃娃，很多很多厂商都看都很想要的，但基本上我们已经早上已经 卖掉一波去了。真的假的？然后老那个有国外的客户说，就说 OK， 你现在留着，我明年销售我要贩售，我要卖，我要送。那我就要赶快买啦，对不对？对。好啦，大家真的除了来我们看展，看买你想要的，又可以买可爱的玩偶，限量哦。这个东西限量哦，人家虾秀都订好了，虾秀都要了，好不好？就是拍他就好啊。哎呀、欸，对了，我们都他都说他只想拍他而已啊，要求。好了，没关系，还是一样。接下来你还有两天的时间，希望大家呢能够来到我们的 Unicorn 这边走走看看，你绝对不会失望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继续走了，好不好？土耳兄，没了，我改过来了，我三天拢在家。好，哦。好，那我们 Unicorn 这边结束了，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到了我们的，这是我们，Ultima， 不是，这个，哦，这个是广告设计，哦 ，Bono， 好，如果大家真的来到现场需要广告设计，可以来，他会跟室内装潢，哦，跟室内装潢，好，对，搞不好大家来这边看完枪，觉得，哎，我应该装潢一下了，好主意哦。好主意哦，哦，他们是你们做的哦，哇，那你们是来监督他们有没有可以乱猜想，对不对？真的，大家真的需要，对不对？哎，真的把家改成像 VOC 好像也不错。好啦，好，谢谢。那我得把另外一家找出来啊，他在哪里？10号摊位就是我们的 PTS， 好不好 ？PTS 啊。每一年都有来到 MOA， 那这次 PTS 来到 MOA 呢，特别要替大家找到什么呢？哦 ，Qmo 一个跟大家讲。那主要我们来看到旁边啊，其实他们已经有个靶区，哦，可以让大家在这边呢，他们有一些他们的新的东西可以拍，哦，可以在那边试射。那这个部分呢 ，Qmo 会在这两天会详细，有机会过来我们特别拍。那各位，你们还有两天时间要来这边看呢。这一次 PTS 呢，他们有一把，我觉得啊，大家真的可以来看看，就是这一个。ZEV 哦，这是他们在现场一个他们的一个怎么讲他们的展示哦，大家可以看到，甚至在现场 PTS 有一个特价啊，当然啦，是希望你在两天，今天晚上看到影片，明天后天你可以来到现场。PTS 呢，这一次他们其实推出这个 ZEV 的这一个枪款，它是使用特拉克的基底哦，那这一间枪厂呢，在国外也是有名，那他们也有确拿到正确的授权。那如果真的感兴趣呢，是真的可以来到 PTS 这边看一下。当然啦，不论 PTS 他们之前也有很多其他的他们代理的商品，都可以来现场，就是看看哦，甚至可以直接询问他们哦，他们人都很 nice。那当然啦、啊，如果 Qmo 有机会呢，会过来稍微给他们跪一下，给他们挤一下，看没问题啊，看有什么好料的可以跟大家报。但是啊，看到影片，你们还有两天，真的赶快来到现场吧。好、哦，好，下一个，谢谢。那我们那个 PTS 呢？来啊，赶紧过来啊。好，那我们 PTS 再过来呢，我们来看到我们的51，也叫我们的所罗门。那所罗门应该在后面，我们再往后面走一下。其实我们这边已经邀请那个 PTS。PTS 这一边啊，其实你看 ，Blue Force Gear， 这 Blue Force Gear 我之前都有用过。认真 ，Blue Force Gear 他们在这一种的松紧带的枪带来说，他们的用料跟他们的 idea 是很早。啊，更不要说，其实他们大家都觉得他们的这个医疗带都做得蛮不错的。那其实说真的，这一次我比较遗憾是没有看到他们腰带，他们腰带也做得不错。好、啊，真的大家可以来看看。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这边走，我们可以看到了，我们后面呢就是我们的那个。这个前面也有这也是他们这次 PTS 一次挂一掌，这是他们的精锐装备 Elite。那如果大家感兴趣，真的可以来看一下，我应该会再过来细看一下。不过他们的东西应该就是比较趋近于像我们可以看到有手铐或者是一些真的抗弹，甚至是一些我们的那种防弹喷雾的部分。我是觉得有这个需求，大家可以来到现场看一下。谢谢，欢迎大家。
谢谢谢谢谢谢。然后影片今天就上去了。那、我觉得可以买。好，那我们接下来可以看到，在我们的隔壁的是我们第十一都在的五一这个品牌，在军警上来说，他们慢慢越来越偏向警方。不过在一般的玩家其实也是非常有人气。好、那五一当然也免不了会收到我们手榴门，那手榴门的，他们就也从我们的高雄就上来台北参展喽。哎，那当然啦、你看到影片还有两天，哦，还有两天来现场看。来看一下那个手螺纹展出的五一的材质，哦，以及手螺纹他们的包类等等，他们的产品包罗万象。那当然了，大家都有机会上来跟熊哥打个招呼。熊哥，你继续吧，好不好？还有两天，哦，就比另外一个距离呀。哦，好，那我们呢？那个我们五一呢？我们手螺纹结束了，我们来看到十二人偶，十栋呢，在这边前面左边，前面左边。右边。哦，在这里。好，那我们来到，好来，那我们现在来到神龙哦，就是位于我们几乎是场中央最靠近舞台这一边，我是我们的十二号摊位。喂，小姐你好。我每年都可以看到美女在 MOA， 但我觉得我的腰比较不酸的，好不好？那不过呢，今天要特别跟曹琴讲，我们今天这个是第一组，今天晚上就上了，所以只是跟大家讲，只是有什么很棒的东西让大家明天看到。这几天我会再过来来做一个深入，他在虐待摄影师，对，我就是虐待摄影师。那当然这次啊，大家可以看到神龙展出，其实我真的特别感兴趣的一点是我们有水弹系列，水弹，我们看到。我刚好过来拍了。那这一次啊，说在水弹系列，我们老是觉得水弹今天它就是哦，台独贼上无微博哎，没台独，我们台湾也自己做出好品质，射击状况好的水弹枪哦，那台湾贼，那就是支持。那当然，如果你本身是生存游戏玩家，对水弹又有感兴趣，就像我啦。那其实呢，真的这两天可以赶快来神龙看一下哦，看那到底有什么好玩的？不过当然，如果你没空，我阿 Kid 熊哥呢也会跟大家介绍，我也会买哦，我也会买，也会买回去呢，试拍玩给大家看，好不好？那当然两天啊，有机会真的来神龙看一看哦，他们这次的水战呢，我是觉得蛮惊艳的，蛮惊艳的。拿他们看，不过认真讲，有图片有影片有真实，我到时候可以考虑买来试试看。当然啦，价格怎么样，怎么试出，我们下一部影片再来介绍，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好，乔弟， okay, 谢谢。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就往下一个方向走后，我们 S Long 这边呢，我们就往下走，我们来到了我们 TPSA。这边啊，跟我来。TPSA 的是外和平路啦，这湾和平路你还讲的，来，你讲你讲。哦 ，TPSA 来啊、好 ，TPSA 就是我们台湾实用设计协会，台湾是实用设计协会对吧？大家都在影片看过了，好不好？看到阿明，那、这是第一天，大家还有两天时间来这边体验。阿明，好像这一次你有一个 stage 可以，就体验嘛，对不对？我们今天是不纯粹做体验，对，明天跟后天有一个体验赛，明天跟后天哦。那明天是利用新的 BBQ 的，对，然后他一样有战术，滚，滚。一样，他会有一支 TTQ 当第一名的奖品。对，那星期日是海神的最新款哦 ，XG8 第一名的奖品。那这个也是他们现场下去打的枪。对，理解。明天会那个星期日来了解。我有两把枪可以提供。理解理解，就是说大家赶快今天晚上看到影片，明天买好票进来，你就可以来这边报名，然后帮我们那个粉丝页按赞，哦，就有小证明就对了。然后这里有价格有量，你看没在这边看上？我玩看看中，都不是问题。你够没哦？然后我们早上10:30到11:30，20个名额而已。然后下午1:30到3:00。好，了解。没有，然后名额没有就没有。好，就这样。那大家特别记住这个资讯。那当然，你们自己在玩的有什么没讲到？对对对，我晚上会再发一个。对。理
所以大家感兴趣记得要来哈，在 B 区我们的第十三号 ，B 区十三号。好，好，兄弟，刚刚继续加油。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往下走，我们来到了十四号，我们的军工彩。军工彩真的就如同我们军工彩大放异彩，虽然我每年都来看到我们军工彩，这款彩人的秋秋，我哪能讲哦，我唔敢。而且说实在，老板真的啦，真的真的，您这样子国外这样子大大的，这是为国争光啊。八光啊，挖光，挖做嘴八光的你啊，阿美女的。八光，说实在的，我们军工彩呢，今天第一天，你还有两天，因为你来到现场，你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台湾在这个军品文化上面做出一个，就是文青就是日常用品都可以使用的东西，所以真的觉得各位我们还有两天，我今天暗时来听你的。那当然啦，未来如果有机会，我们会再详细，因为公司在，我老板能力终于在了嘛，对不对？领单我就跑去他的工厂，对不对？规规都给呕出来。好，大家，我爱三九九九 ，Ben， 九九不 ？Ben， 我给他 Q 波工老贼了，老贼。不过说实在的，这个名还有两天，对不对？我们明天今天就上了。如果来现场，今天这个会有一个现场的价格吗？会，还是会有一个现场的价格。甜甜价，你看我今天介绍两间台南的。每个都甜甜，对，啊有看到就甜到，啊没看到就不管了，早买早享受，啊晚买享折扣，晚买也开心啊，对不对？好了，那今天要谢谢老板，谢谢，我们要继续加油哦。那我们今天呢，有机会大家来我们军工彩，真的军工彩真的大放异彩。好了，那我们现在接下来我们来到十五。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往下面走，是到我们的 B 区的十五摊位。这是我们的悍马实业，悍马实业其实每一年呢、他们在 MOA 都有出展。那主要悍马实业他们主要带给大家的呢，来镜头进去，他们主要是有一个叫MILSI， 我不太会念他的名字。他最主要呢就是以气弹枪为主。好，那大家呢说实在的，如果在未来两天呢，你对这个牌子感兴趣，你真的可以来悍马这边看看。那悍马呢，他们其实有展出一些一些发射器啊，投射一些海绵电。的部分海绵抛射物也是挺有趣的，大家如果感兴趣呢，未来两天还有机会来这边看一看，好不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悍马实验再过来呢，就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讲到魔动，我们就一定要讲到拉力。那今天说实在的，第一天大家还有两天来看。拉力斯这边啊，其实就回台湾应该是魔动米啊，行个靠北。好啊，所以真的大家看到影片，真的感兴趣买张票，我来到魔动这边有魔动的帅哥可以替大家特别介绍。不过如果你没空来看没关系，我明天也会跑过来找他，就拍详细一点的。对，这算是头天广告，我希望大家来看。不过当然了，我跟你讲，魔动魔加干单，看哥嘞。那边。那我们来到这边，我们往这边走哈，就往外景区里面看。其实，活动那边就是我们怕变不到。好，他们在哪？那个你的，找那个刘老师。OK。好，那。活动呢，它这一次的展位呢也相当大，那也展出了很多。那像这一次就非常专业的，这是叫 CAR15，MWS 的改装套件。那、当然啦，想到魔动就不得不提 MWS 改套。所以呢，如果你在看 process， 你真的感兴趣的人呢，你真的可以来到魔动这边稍微看一下。哦，你就可以来到魔动这边看一下，来往内看哦，它甚至它有展出，它有展出那个呢。这个是振龙的，振龙的东西耶，振龙的，振龙的枪哎，这不是吧？这是，跟大家详细的来看一下，今天就稍微看过，还希望大家在两天还有时间，也可以来现场来看一下。好，那。来顺着看了，其实这全部里面的都是他们，全部都是他们的套件。那大家感兴趣来现场看一下。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来到我们的第十六展位哈。为什么我觉得跟魔动放在一起啊？他们可能有点写错。旁边的是我们 SG 宇亨。那宇恒老说实在的，秉持他们过往的经验，他们其实来到现场只展不卖，他们有展出他们最新的产品。如果啊。你这几天有空来到 MOA， 如果可以的话，记得来 SG 这边看。
看一下他们新东西，还有就那只真的很 catch 很抓眼，那是蝎子啊，红白配的蝎子，加拿大，有点帅，有点帅，好不好？大家如果可以真的来看一下，好了，那我们宇亨这边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来接下来往旁边走 ，ESD， 哎，可是啊，这个是厂商问题啦，说实在，但是 ESD 直接就在旁边，大家来到这边的 ESD。有没有拍过了，好不好？这是我们 ESD 的罗大哥，跟大家讲 ，ER15，然后这是什么呢 ？Wolf A1。哇，你跟我讲。Wolf A1。你真壮啊，好不好？对啊 ，Wolf A1。好，我跟你讲，各位，还有两天，今天晚上你看到 ESD 的摊位有 Wolf A1。然后我们的在2024年也会推出我们自己做的弹夹。来。铝合金的外壳。然后再做，目前啊就是实际这样。我还没你呢。到时候表面也是做阳极。哦。会跟真品的感觉会更像。理解，我跟你讲，再来，我们先跟大家讲，你要来这边摸摸看，什么 ER15 上面写七级头的千金来摸看买啊。但是你要的细节什么时候出，我来帮你挤出来，好不好？你就一挤了，好不好？ OK。真的，大家如果有机会，真的来这边走走看看。赵云，马超啦。赵云，这都快变成网路梗了，好不好？对吧，慢一点啊，喝等一下，那我们就继续啊。OK， 谢谢。大家谢谢，刚喝啦，我们来拍水啦，改龙改你叫赵云嘞。赵云，拜拜。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往后面走，我们来到了我们南通省的景区，在后面吧。我们南通省。您先过，不好意思。南通，对，这是南通，它是直翻诶。南通神木机械，结果是苗具诶。啊，这真的蛮出乎我意料的。哦，那所以大家如果这几天真的感兴趣，可以来看一下。不过当然，毕竟大家要理解到 MO 是个商展，这有可能是我们这一间厂商他觉得可以来台湾寻找一个经销或什么之类的。不过当然有趣也可以跟他们询问一下。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旁边就是我们的凯特，我们中华药协会的凯特品国际。基本上来说呢，他们是中华药协会这边创立的一个，他们想要去做一个玩具枪的一些概念的一些。推广好不好？如果大家感兴趣，再来看现在的你不见得，他们其实都会推广出去，好不好？这是他们最主要要去做的事情。好，那有机会未来两天，那今天就算了。未来两天呢，大家可以来这边看一下。那再来呢，我们看到旁边的就是 ITP 这个就有趣了。他最抓我的眼是什么？如果大家真的有机会来到现场，那 ITP 我真的会拍一部。这个大家看到没有？这一只啊，这个是那个 Sega， 那个马路易的 Sega 十二，太近了吧？特写。这个弹鼓好帅哦！不过当然，我们会详细的去把它的资讯炸出来。不过，IPP 呢，这次虽然说它位于我们后方最后方的国军联合招募的前面，但是如果玩家在两天，再过两天，这两天因为这个影片今天上，大家可以来这边看一下。那 ITP 呢？他们最主要的就是他们主营就是一些目前啊，他们有AW 的接头，我查到资料是这样，但是到现场看起来似乎很不一样，所以大家除了来现场看之外，你也可以等我的影片，我会替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 ITP。好，那 ITP 呢？我们介绍完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就要往后面走了。来，好，大家呢，我们来到我们的 B 区的20号。这是我们的立方的，来看到我们的黑底白字，来自台中的正港的台湾制造的那个厂商。我跟你讲，其实立方的大家也不是第一天听我聊他的，这是他来到展场，未来还有两天，真的大家你可以来到展场，真的实实在在的去体会他们对做工工艺上面的要求。各位往回头看，上面转盘转的小零件，全部每一个。都是用 NC 切削出来的，他们在利用 CNC 这个切削呢，希望把所有的他们的商品能够精致化到极限，该应该的材料、该应该的切削、该应该的
形状跟颜色，他们从来就不曾妥协过，所以真的大家在未来这两天有机会，真的就来展位看看。那当然啦，真的要替大家顺便一提，就是说他们的 Marui 的系统呢，其实已经有在跑了，哦，大家已经看到它已经有这个下颜色出来了。那当然啦，未来我拿到会跟大家特别介绍。那当然除了这两个部分呢，我们可以看他们还有这个，他们就是可调飞机。那可调飞机呢，这也是 QMO 会过来给他压榨一下老板，问周大多少钱，什么时候出来，好不好？哎，大家拢讲足紧的，啊！你大家拢讲足紧的，好不好？那这个东西呢，就再来跟大家报告一下。好啦，那今天哦 ，QMO B 区呢，就在 Z Part 这边呢，就画下一个句点。那我们接下来呢，等一下就要进入到我们的 C 区。好，那 B 区的部分呢，我们先到这里。好。